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。前一阵子秋风生日哦，有一个可爱的小乌帕寄了这个到我家，正面由此撕开，我们来看一下他寄了什么给我好不好？生日礼物耶！好久没有收到生日礼物了。哎呦，不晓得什么东西，封起来的，撕开来看一下。哇哦，秋风造型小粘土，好酷哦！秋风的造型，还有第二尊哦，这一尊是戴帽子的哎，好好给大家看一下，两尊秋风造型的粘土娃娃，好可爱哦！感谢小乌帕寄了这个给我，很开心很感动，看到自己造型的粘土人偶，觉得还蛮可爱的。秋风会持续努力，继续的撑下去，继续的拍片，也请大家多多支持哦！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感谢你的生日礼物，秋风收到了，我们下次再会。拜拜，我就把这个人土小人偶摆在这里好了，跟我的明信片放在同一格，就放在这个柜子中间，好像也不错哦。